今天是十月一号，星期一二三哦，应该是星期六啊、天气呢是一个雨天啊、今天一大早啊、是下了一场还算蛮大的一个春雨。那不管怎么样，现在雨呢有稍微停歇了啊、在这边呢也真的要感谢老天爷的怜悯啊，否则的话呢啊，都快让我无法在山上久住了啊，因为呢老是不下雨呢，都已经山上都已经潜水了啊，都已经山潜水都已经山穷水尽了啊，最近的春雨这样一补呢应该又可以在山上呢住了一段时间吧。那不管怎么样，还是感谢老天爷的怜悯。那等一下呢，我们也要去巡视一下农场毕竟好久好久都没有在农场好好巡视真的要去巡视看看到底农场有什么样的变化了。 OK， 等一下我们就出发巡视农场去了，走吧。今天更换了新的250公升的水桶，这个是灌溉用的水桶啊。上一次呢树倒的时候呢它被打烂了，没有发现最近才发现它水永远都积不满，就是底下破了。那今天跟泥主下山，终于把它弄一个全新的回来啊，又安装好了。 OK， 我们来去巡视农场咯。这是我们温室的培植的这个花疫苗的东西呢，看起来都已经差不多了。唯一的应该是比较惨的是好像丝瓜发芽率就比较低一点啊，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那后面的豇豆呢长得倒还不错。那其他的疫苗呢可能在过明天吧就可以开始逐步的重新种植啊，的田换好了以后其实他们就可以开始种植了。已经有一片叶子出来了，再过几天可能另外一片叶子也出来了。那就符合地址的一个时间。这边看起来丝瓜好像是有些有发芽了，那有一些是还没有发芽，那我们再等一下吧。那豇豆的话呢可能可以先试行种植了，因为豇豆已经还不错，长得还蛮高的哈，是可以尝试一下。 OK， 这是我们的温室的一个情形咯。这一棵是我们买的水蜜桃果树呢，因为它嫁接苗已经死了以后只剩下真木，那我就用它原来的真木呢嫁接我们家的水蜜桃这个是先把它拆封了告诉它你应该活了，所以希望它努力的长大。那其他还没开封的呢是我还是有点保守希望它再过一阵子再打开。那这个是让我自己知道好像有一颗活了有活就好。 OK， 我们要继续努力咯。